大家还记得基因是什么吗？这句话很难回答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。问你基因是什么，你可以有很多的层级来回答。基因就是决定性状，对不对？或者我这边想要的答案是基因是一段特定的 DNA 序列，这样 OK 啊？